在台湾有甜心教主之称的王心凌，近日出席中国流行音乐全金榜之后，网上流传她当晚的相，相中王心凌面部浮肿，双眼皮又深，双唇还肿起了，被网民怀疑她变脸，这些相还极速登上微博热门搜寻榜第一位。不过王心凌所属的天晴娱乐就发声明，指王心凌做不明人士刻意截取表情角度散布疑似重制加工的相，重伤王心凌，还说对任何恶意重伤的不实言论一定会追究到底。如果这些相真是 P 图，那就真是不对了。话是话，其实艺人样貌大不同，在娱圈都很常见了。好像林峰那样，他在2001年播出的无线经典剧《寻秦记》只有22岁，正值上位期，当时的他鼻扁扁，双眼皮不明显，现在的他就鼻高高，双眼皮很深，分别都很大的。再来就有杨修慧，最近无线深夜重播2006年的《法证先锋》，饰演警察的杨修慧个样同依家争好远噶。近年佢就越变越靓，唔知眼大咗，仲面都黐埋。2009年，杨修慧疑似因为打 Botox 而歪面，旧爱孙耀威当时仲劝佢系咪贪平，搞到成地都系花生。当时杨修慧回应话，自己一向大细面，而且下巴尖尖，只不过以前系 baby fat， 所以就唔同样。最后一位就是宅男女神简淑仪，她一对腰果眼笑起上来真是甜死人的。她在2012年参加港姐而出道，咪住先，这个是你来的，同而家个样子真系差得好远喎！而家鼻头尖咗，对眼亦都大咗好多。不过佢坚称系化妆同发型唔同，先至唔同样嘅啫。仲试过喺记者面前捻鼻添。